亚充展开始了，我们猫头学院的人都已经到了上海，来到了我们亚充展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带大家去逛一逛展。来，走。这是我们的入口。来到之后呢，首先要做安检。亚充展是从今天到25号。现在我们需要刷身份证进去，不然直接进去。今天人已经有很多了，到24号、25号人可能会更多。如果你来扫货的话，我建议是25号来。25号有很多品牌方撤展，很多东西呢就会很便宜。虽然我们这次有展位也有直播间，但是我们就不固定在某个地方了，这样我们可以在整个亚充展期间可以随机的去逮羊、抓羊，让亚充展抓羊行动。我们就随机相遇了哈，就不在某个展位上等大家了。我们的小曹没在这呢，是因为小曹已经在我们的猫道小卖部直播间直播了。我们的猫的小卖部会在这5天的过程中全程带大家逛亚充展，而且整个亚充展期间，在我们猫的小卖部有超多的羊毛可以薅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猫的小卖部来薅羊毛。我们还有两个集体的安排，23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，我们会在城市一口的展台，是在 W4。24号呢，我们会在抖音的展台，我们在展台等着各位股东。现在我先带大家逛一下 W 展区，宠物的小衣服，宠物的小衣服做的非常的精致，这什么产品啊？哦，这是狗狗的。狗狗的衣服。咦，这个好玩哈。看这个号。哎。挺好，挺好。这比我穿的要好。啊，是人穿的还是狗穿的？是人穿的。哦，人穿的呀。这是智能生活舱。哦，它是可以有稳定的温度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我们要猫头学院要是配上这种装置的话，那对于抓来的小猫可太友好了，可能有点贵。哦，布兰德。哎，我打个招呼啊，季老师。这个机会一定要去杭州。公司有个同事特别喜欢你，是吧？然后一说那个叫什么本喵叫兔爸爸，然后他就贼高兴，他上班福利。行，找机会去杭州，找机会去杭州。对对对，去杭州一定要跟我讲。行，那我们先去那边啊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猫的小卖部去。我们的猫的小卖部刚刚在抱怨亚充展没流量。直播间没有人，现在孔老师上播了，正在努力的直播中。大家如果没有时间来上海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卖部，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羊毛福利。你这个狼子兔心，你别装了，你这个视频就是为了给猫的小卖部引流的。说对了，我真的不是给我们猫的小卖部引流的哈，我的核心目的呢，还是为了带大家逛展。今天带大家逛了 W 区，明天带大家逛 E 区。